Today after， 爱德尔斯坦正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过渡期，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啊，有太多的东西要处理了。不过村民们却显得欣喜不已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要真正的品尝到解放的喜悦，多少还需要些时间，但埃德尔斯坦马上就要焕然一新了。我想让即将成为反抗者主力军的你看到那个场面，看到了吗？我们一同创造的自由。我要在这里不断书写只属于我们的崭新历史。另外，为解放所有受到压迫的种族，我要更加努力。你能加入我们的行动吗？请确认，那天之后的第一个故事。